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你们说话！为什么是你们两个？为什么是你们两个？你们给我住手！你们给我住手！说话！为什么是你们两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你就不懂了，招财和合。招财和合，这最好是有用。哎，你干嘛啊？心诚则灵啊，傻傻的。这里可是百年老店呢，只要我们认真写，一定可以保佑我们的感情长久。